嘴巴探险哦。嘴巴探险。哎、欸，我已经开始录了。哎、欸，这不错哎、欸，剪进去。然后他，因为他很。它很广，所以其实有时候不用看它。你怕没录到？你害怕了吗？害怕了吧？说怕怕。那我现在就来开场了。小狼，我们现在来到华特阿优的泡沫工作室。我们等等呢，要来对你进行一些很特别的事情。拿一根棒棒，拿一根棒棒戳我，戳你的洞洞。你不要老让人家看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没关系。你准备好你的洞洞了吗？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了，不要紧张，我会陪着你。啊，说痛就是湿了啊。好嘞。我今天来到这边呢，其实我犯了一个超大的雷事，很谢谢瓦特他还借给我这个 camera， 因为呢，我今天来的时候，因为瓦特说我可以带着非常轻松的心情，还有我的身心状态都可以非常轻松的来到这儿，然后我就真的非常轻松的来到这儿，然后放到超松，一直到他们家楼下的时候，狼就问我说：“老婆，你怎么没有带相机？”我说：“哈，瓦特不是叫我们很放松的来吗？”然后你说好要跟人家一起拍片的啊，所以就是我现场就跟他借了这个相机。你看我雷到已经不可思议了吧？老婆你说呢？雷日常好雷，那你赶快去放松吧。好，怎么了？他是连结师哎、欸，哇，他是连结师哎、欸，就是宠物沟通师啊，宠物沟通或者是跟人也可以，就是那你可不可以跟我沟通一下？想问我的植物，它可不可以把叶子长高一点？我会垂下来，我顶，哎，它会滴水，怎么办？我顶不住了，可不可以让它长高一点？不要一直往这边这样，我要这样撑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撑，我可以问问看它为什么它要这样，好，为什么不撑起来，然后为什么会滴水？应该怎么教它？这个我有 Google 说，你给它浇很多，它叶子会出水，就是你水浇太多。很尴尬吧你？就是跟人也可以，跟小朋友不会说，就是因为我们是跟人的灵魂对话，只要他同意的话就可以。来，小狼，有，你可以坐下了，请你拿吧。脱个拖鞋。来，我们的套耳朵师，你可以自我介绍了。我是晨曦。Hello。我是蔡老师。对。对。然后他等一下就会拿出一根棒棒。对，帮他清他的洞洞。call 我，对，我一定要会 call 你。好，有点奇怪，脸皮都肿。人家是很专业的啦，我们可以讲专业的了。你耳朵很干净，你要看吗？你这样看得到吗？我耳朵很干净，很尴尬哎。真的很干净哎。对，那我等下很尴尬。我是很干净的女生，洞洞很干净的女生。对，还蛮干净的耶。我要看。我可以用耳内视镜让你看那个耳内视镜的画面。想不到吧？想不到吧？想不到我是一个这么干净、注重细节的女生吧？嗯哼。帮你把椅子先往下放哦。小心你不要被叫躺下了。我脚很长。为什么是我脚很瘦？接下来我们哪些步骤？主要我们会先掏耳，帮他把耳朵清干净之后呢，会做眼疗。眼疗完帮他做耳烛。除耳内的湿气，除耳臭，这样耳压。这样大家看到我睡眼哎、欸，你睡眼很正啊。我怕我流口水，我会把你接住。哎、欸，妹妹，你真的很漂亮，你真的天生美人胚子哎、欸。什么胚子？美人胚子啦。你真的很像林青霞还是张曼玉那一种哎、欸。林青霞有，林青霞有吼，对不对？有。这样，笑吗？笑。叫做东方不败，自己讲了，好意思哦。来睡一个睡眼给我看，来眼睛闭起来，快点。好漂亮哦！哈、啊，怎么可以有人睡觉这么美啊？真的是双鱼座哎！你不是每天都在看我睡觉吗？真的是双鱼座。
每天都比你晚睡。哎呦，要来了，要进入你了。你要拿着吗？好紧张哦。看一下，我要去让你看。哦，我要进去了、啊、哎呦，那里有一颗，那是痘痘吗？这个其实是，这是耳屎，然后这是耳膜的构造。那你平常听音乐是听蛮大声的？他没什么听音乐。真的吗、哦、那你耳膜这一圈白白是有点钙化、欸、你钙化了，所以你要听不到了。你耳膜有点老化了，宝贝，你要听不到了。还没有、哦、然后这是对，这是还有毛，对，然后毛耳屎应该要在毛这里，跑到这就是被你棉花棒转的。嗯，对，好。什么？吓到了！突然有毛那边弄脸。东方教主，你真的很适合这种孔雀的毛。对啊，哎，这毛很好用。哦，这个很像蚊子身，这个很像蚊子身，很像打，你知道吗？很像打蚊。欸，他打自己的那个手势真的感觉很厉害，我一直鸡鸡屁股打，爽吧？要带回家吗？就说你会爽，没关系，不用不用，你们身材用具，我还很多，还有一只孔雀，不知道，就是从孔雀身上拔毛，对，直接拔起来用。之前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连结的状况吗？小分享吗？你真的是不让我意外，你每次都说你直男魂，你真的是直男，而且是很猛，就是身材壮硕那种猛男型的直男。我超傻眼，而且我的灵魂一直叫我去吃甜点。对，这是直男型的安慰啊，觉得吃甜点如果是开心的事情，那你应该去吃甜点。他就是哄女友的心态，就是吃甜点就会开心啊。对，所以你去吃，他不会说你不开心，你要做你开心的事情，他不会这样讲，他只会说你去吃甜点。然后不然就是说什么我家兔兔一直觉得小腿肌太壮硕啊，觉得这样不够美什么的，然后娃就说那你有什么要跟兔兔说的吗？然后他就秀出他的腿，然后用力把肌肉挤出来，说一个字，美。娃他超尴尬的，就不知道怎么美化，那就直接讲出来好了。就果不其然全场人安静，我无言，真是无言。然后相比于我的灵魂就是一个辣妹，傻眼，比我还要辣的那一种。就终于也解释为什么之前一直说母爱喷发、啊、什么，我觉得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真的母爱喷发，只是对象不是我对你，是他对我。对，然后他就是比较像女生啊，然后会摸，就不会摸你啊，就是拍拍你的肩膀背啊，然后说辛苦啦、啊、这种，不会叫我去吃甜点。好暖哦。对啊，哎，不是啊，你的直男有把你抱起来飞高高啊？然后他顺便秀肌肉。反正我的灵魂就是一个大直男，然后会抱我，顺便秀肌肉，然后叫他说一些 touching 的话，通常都是用肌肉来表达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吃甜甜蛋说了两次哦。OK， 好，我等一下去吃甜点喽。好，来颜料了。好了，我真的很期待这个。嗯，我眼睛，你知道有时候眼睛太干的时候，你就觉得灰尘全部卡着。然后其实你弄不出来，因为你不管再怎么弄，就是因为眼睛太干，它就是会一直黏在上面。那我们先从左边眼头开始，然后待会过程眼睛都轻轻闭起来就可以了。嗯。
之后，他说他鼻子本来过敏，或者就是惯性塞住，突然通了这样。哦。小乖狼，你还好吗？很舒服，很舒服吧？真的很久没有放松，开心吗？前一阵子太累了。你知道，就是按脖子跟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你真的太久没放松，因为那个脖子那个你就是很不顺，你知道吗？在弄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不顺，那个都是感觉就是堵太多东西，然后头皮会长胀的。可是弄到后面就会知道有痛的感觉，然后痛完了。太棒了，陈心刚刚就一直说我们太累，太压力太大，边动就说哇很紧哎，对，刮不开呢，我一刮就红嘞，对啊，好了，小狼你很棒，喜欢这里的话可以到看下面的资讯，嗯，可以直接跟瓦特来预约，我是真的觉得很不错，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身心灵的进化。我觉得到十三号的地方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净化，对你就会很喜欢待在这里，很放松这样。嗯，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支持他们一下，我们是真的觉得挺好的。嗯哼，好了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小乖狼说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